该把援兵叫来了。啊，嘿，需要帮助吗？我也来了。哦，嘿，老兄，你看起来很不错哦。我准备摧毁任何威胁我们的邪恶势力。大家好啊，我来了，你们都好吗？玩得开心吗？与邪恶做斗争不是为了好玩。嘿，你把我们都叫到这里来做什么？你邀请我们来看这个影片，不错，肯定很棒。嘘，别说话了，我要专心观看。我等看这部电影好几天了，最好让人满意。嗯，那是什么？这是我来看的电影，怎么样吗？犯罪永不眠，正义也永不眠。哦，他狠狠地揍了我一顿，可恶的恶棍。好吧，好吧，战利品几乎在我的掌握之中了，唯一阻止我的是保险箱。哇哈哈，但我碰巧知道密码。耶，密码对了，现在打开它并接受我的奖励喽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太漂亮了吧。嗯，那是什么？看来是我的错觉吧，我必须振作一点。什么？停电了，这可不是一个好兆头。哇，请不要让它变得可怕，我受不了了，这是有史以来最紧张的状况。天哪，小心你的光。啊啊啊啊，不不不，我遇到大麻烦了。啊啊啊啊啊啊，哇，多么无聊的夜晚，谁知道警察的工作意味着要做这么久。哦，这是谁？这是怎么回事？哇，哈哈，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？太黑了，而且很吓人，然后他就在那里。我想我现在需要这些东西，也许他们会保护我的安全。是的，监狱，如果我在监狱里，他就找不到我了，不再有可怕的黑暗，不再有可怕的蝙蝠。嗯，那家伙是用我手铐逮捕了他自己吗？嗯嗯，是的，这会是我的新家。他也把自己关进了牢房，牢房是封闭的，我在这里很安全，必须很安全。好的，我逮捕了一个人，甚至不需要做任何工作。哈哈哈，我错过了什么？我错过了什么？那部电影很棒的，打斗场景多，还很幽默啊。罪犯啊，帮帮我，谁来帮帮我。哦不，哦不，死路一条，我要做什么？无处可逃了。请不要拿走我的钱包，那是我妈妈送给我的礼物，我不在乎，马上给我啊。停下，稍等。 OK， 我好了。不，那是我的，谁来帮我。你觉得你在对这个年轻小姐做什么？你到底是谁？等等，你怀孕了吗？天哪，多么可爱啊。你好，小宝贝，你在那里安全吗？暖和吗？我喜欢孕妇的肚子，宝宝们太可爱了。嗯，啊啊啊，我的手，我的手被烫伤了，受到教训了吧？你还好吗，小姐？好的，全在我超级孕妇的掌控之中。嗯，哦，需要吃点零食，打不开微波炉，我生气了啊，我生气了啊，好好饿，不公平，打不开微波炉加热食物了啊。这里发生了什么啊？哦，嗨，超级孕妇，没注意到你在呢。是的，我在这里站了一些时候，看到你发脾气了。等等，孕妇的肚子可以加热食物，这会是最棒的午餐。谢谢。好吧，这是我的工作，老实说我已经习惯了啊，终于有机会坐起来放松一下了。太赞了，太阳在我的皮肤上也感觉很好和温暖。哇哈哈，冰王回来了，地球将为全球变暖付出代价，我将召唤新的冰河时代，回归无尽的暴风雪。去吧，我的雪花，大肆破坏，带来冰川，召回猛犸象。啊，有没有搞错？我就不能放松一天吗？不，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，一点都不，太痛苦了。哇哈哈，耶，创造雪堆，冰封之路。打扰一下，冰王，这是什么？啊，挑战者，你觉得我的暴风雪能力如何？他们是不是让你心里一凉？准备好永远被冻结吧。嗯，这真的是很棒的饮料呢，阳光和温暖绝对是我的最爱。啊，又是待在学校里的一天，真可惜。嘿，你在外面做什么？你迟到了，进教室。是的，老师，抱歉，我马上进去。他走了吗？周围还有其他人吗？看起来没人了，该来点刺激的了。哈哈哈，用一下我的变形能力吧。哈哒，如果我可以当老师，为什么还要做我自己呢？哦，穿高跟鞋好难走路哦。好的，同学们，我回来了。哇，这太难了，女生为什么要穿这些啊？是的，你好，如你所见，我已经回到教室了。只有我觉得它很奇怪吗？啊啊啊，好的。嘿，你好吗？你喜欢这门课吗？我看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哇，看看我的速度有多快，现在我又回来了。会滚动的椅子，最棒了。他怎么了？我有点害怕。
哇，我回到了我的办公桌，哈，好准哦。我有一个问题，老师，我已经完成了我的功课，你今天给他们评分吗？功课？什么？那是给书呆子的东西，功课最愚蠢了。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，别管这些数学知识，你们都可以有这个等级。好了，给这个教室里的每个人 A 加。耶、yeah, 等等，稍等，不要高兴得太早。我的意思是，这个班除了你之外的每个人都得 A 加，但是我的功课……哦，好的，下课了，走吧，离开这里，拜拜啦，好好休息吧。啊，又一项工作完美结束了，我想我最好在老师回来之前做回去。好的，上课，抱歉，耽搁了。哦，大家去哪里了？嗨，老师，我有听话，好好做一下哦。天哪，你吓到我了，我正要去……不好了，我被包围了。哇哈哈，是时候欺负一下书呆子了，用我们的手指，我弹，开始弹了，哈哈哈。你打算怎么办，书呆子？耶、yeah, ，你就坐着忍受吗？停下，拜托，不要再弹我了，拜托了，各位，够了，你们已经弹了很多次了，够不够？我们说了算。这里发生了什么？嗯，那是谁？而且他为什么穿成这样？肯定是个玩 cosplay 的呆子吧，老兄，你说的没错，这所学校的呆子太多了，他太搞笑了吧，哈哈，救命，哈哈哈。你们连在欺负人这方面都不聪明，对不起，看到你可笑的样子，我实在忍不住。好的，我受够了，老兄，他的头发是黄色的。我知道，老兄，像只鸟一样。这样的恶霸实在是太可恶了，他们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吗？是时候开始动手了。哼，很好，关键是要使用永久性记号笔，现在是恶搞二号。他也需要改头换面一下，去掉这些可笑的墨镜，帽子放下来，现在墨镜还给他。好的，看起来不错，太赞了，最好收拾一下。耶、yeah, 换衣橱绝对是正确的决定。好的，最好恢复正常速度。等等，我刚刚有了一个天才的想法，我要抓几个人。耶、yeah,一个观众，一场大秀，可不能少了他们，我最好看起来像是一个严肃的英雄，哈哈哈。嘿，等一下，嗯，为什么我看不到我穿的是什么，老兄？而且嗯，刚才我还在教室里啊，我刚才不是在洗手间吗？我怎么到这里了？哇，发生了什么？他是怎么做到这一切的？哈哈哈，看那两个家伙，他们穿的是什么？不不不不不，别看我，这些人在嘲笑我，你们伤到我的感情了。章鱼的手臂太多了，我不想要拥抱。不，我不想起来，不过我必须起来，真希望我能睡懒觉，拯救世界。认真的吗？我现在必须这样做吗？啊，看来这就是我成为英雄的代价吧。穿上衣服，看来我已经准备好了。现在我应该先去哪里？哦，不好了，洗手间，那是我应该先去的地方。我真的需要记得在我穿上服装之前去，先把自己吊起来，然后啊，好多了。哦哦哦啊，啦啦啦。嗯，我就假装自己没有看到这个吧。天哪，哦，舒服多了。现在我准备好去拯救世界了。嘿，看起来不错哦，老兄。好的，让我们重新开始这一天吧。我感觉很好，我看起来很棒。哇，哎呀，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卫生纸。再见了，卫生纸，我走了。如果你可以成为超级英雄，你会选择谁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对了，不要忘了和你的朋友们分享我们的影片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还有更多精彩影片等着你呢。